当来共同学习的。在保障乡长中经过的锻炼下，这结婚60年以上的选择夫妻，做伙走过红地毯，看到这走过一家子的翁仔某，感情阁遐尼好，好人是真幸运。大声一个物件，人妈妈讲一个大声一个就无声啦吼。哇，这爱甲咱学习。60周年。什么好的秘诀啊？大家较卖冤家的尔啦，较卖相拍的，较卖冤家的，安尼就好啦。这是今年保定乡公所特别在母亲节进前扩大举办的表扬活动，那是要表扬模范的母亲、各父亲甲选择夫妻，上场啊，各有孝心楷模，要予大家来学习。一开始也是没办法适应啊，可是后来就会觉得说，就只剩一个爸爸而已啊，就家人只有我们三个人。就只能相依为命啊，就只有一个大人而已啊，就是不能让他一个人这样子啊。老爸老母拢固定一个念，对，啊，拢嘛是阮人做事的，本来就是爱为了责任嘛。乡公所在活动中，毛大家将爱讲出来，气氛相当的温馨。嘉联有线电视公司董事长柯兴珠嘛专程来参与，并且肯定活动的举办确实是真正面。这些受奖的楷模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，在这里祝福这些受奖的朋友，祝福你们平时的辛劳、平时的辛苦，今天开花结果，受奖也更呼吁大家。来多多学习他们，让社会更祥和。这一爱的大欢喜拥抱保中情为主题活动，乡长廖进国表示，因希望大家下当来向这模范学习。咱保中人，大家拢体会到，在我任内吼，才来办这款活动，使得咱地方哈的乡民，大家非常的肯定，和因甲认同，会使讲办这款活动，会使非常的好。是一方面要予咱的子弟来兼会知影讲吼，是大人的辛苦，要安怎来友好着咱的是大人。这场表扬活动，袂少家庭拢是总动员来参与，毛会场顶是充满爱的感受。记者陈心，长报道。